4S4S 自家出品四大王牌自动交易程式 SMA、S10、Flash、MKD 四大 E 各有特色，能够设定为不同的策略，应对千变万化的交易市场，既可独立使用，进阶学习时更能够交叉使用，形成双剑合璧、进攻防守兼备的高阶策略。而家我哋不妨先了解一下呢四大程式嘅特点啊。SMA 经常被使用者形容为稳胜将军，系一个捕捉趋势型策略嘅程式，最擅长捕捉中短期或中长期趋势，系一种两种套路兼得嘅程式。中短期趋势系用作赚取快速利润，而中长期趋势系用作资本增值，满足不同类型人士嘅需要。SMA 所使用嘅系一种独特嘅移动平均线，维达斯通道作为基本入市指标。配合以 MACD 作为底气，加入马丁交易策略，以及加上 RSI、Stochastic 同保利加通道等等多种指标，增加咗进行马丁回调嘅精准入市嘅机会，并且拥有强大嘅资金保护系统，令维加斯通道喺真实交易上面赢率大幅提升。S10 系趋势型策略嘅交易程式，佢系众多程式之中相对之下比较暴利嘅程式，因而被形容为暴利怪物，适合一啲想快速赚钱嘅人士使用。它是使用 MACD 作为一个底气，另外一个相对不同时间框架的 MACD 进行入市，一旦确定双重入市信号，它就会毫不顾虑地进行入市，并且当赚钱的时候会顺势不断增加仓位，以获取在这个趋势之内最大利润。为了提升它自身的精准命中率，它还加上 CCY Power 货币力学和 Volatility Filter波动性过滤器，可以选择市场上相对之下有波动性，亦即是有明确趋势的货币先至进行入市。Flash 是突破型交易策略的程式，它会不断在市场上面进行对支持及阻力位扫描，一旦确认了到支持阻力位，就会利用突破交易入市。突破交易一直以来为很多投资者所应用，但是失败率偏高，因此 Flash 加入了 CCY Power 去确认什么才是真突破才入市，令突破的赢率达到80%以上。所以 Flash 的基本核心就是要做到精准入市，日击日杀，一旦出手命中开始获利之后，会进行分阶段获利平仓，以保护资金增加赢率，做到分注食股。 Flash 的特性令它拥有闪电追击手的称号。MKD 是一款以多时间框架 Stochastic 为策略的交易程式，使用了 MACD 进行底气判断，找出一个明确的趋势，在趋势之中进行来回上落市的交易，一旦找到趋势，就会在趋势的底部进行交易，然后在趋势的顶部食股，当趋势再回落到底部，它会再次入市，再次食股，这个就是物食当三番，来来回回不停食的策略。而 MKD 即使在没有方向的横行市都一样可以食尽大小波幅，这个特性令它被称为波幅贪食蛇。为了提高它自身的赢率，程式还加入了 CCY Power 去判断它入市的货币是否属于一个安全平稳的水平，再加上它拥有一个 Volatility Filter 会选择一些中低度的 Volatility 的货币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安全入市，高低来回的进行入市获取利润。它还加上 Correlation同步值貨幣關係，支援同一時間進行多個貨幣交易而風險並不會增加的情況之下，大幅提升了平均利潤。以上四大交易程式都包括了新聞過濾器，可以迴避新聞帶來的負面影響，在新聞前後停止交易，減低因為新聞波動而產生的虧損可能。 4WayForce 的交易程式領先市場，所有的 EA 都會來自多項強勁支援。一MT4 重启之后不会失去任何程式跟单能力，假设电脑因为不明原因断线之后仍然可以正常关闭，重开之后所有的仓都可以成功跟得翻单，绝不漏单，不会掉失仓位资讯。二用了最新的曲停技术，令到电脑或者是云端电脑不会过重负荷。三用了 DLL 技术，以保障程式的稳定性。四可以同其他 4WayForce 自家开发的 EA 相互合作，同埋利用 script 一键指令去帮手进行快速设定。五所有的程式能够同时间检测多个程式指标，以及拥有进行价差以及划点的过滤器，降低开单成本同埋避开市场不稳定的时段。因此 4WayForce 的 EA 入市提高的命中率可以去到相当高的位置，减少了因为市场不稳定而亏损的可能。
6可以支援全球超过4000间不同券商进行报价交易，包括他们所使用的货币、报价系统、商品品种特别名称、命名资源等等。4West Forest 连续三年荣获环球最佳自动交易程式大奖 The Global Best EA Award， 屡创佳绩，受国际肯定。4West Forest 程式内容深厚，持续更新，公开参数，成为交易程式使用者的首选。想用程式交易帮你财富增值，选择最专业的程式，才能够体验真正价值。